各位同学、各位老师、各位家长，还有我们立法院、我们蒋乃馨蒋委员，还有我们双营国小林松金林校长，哦，还有我们家长会我们潘会长，还有我们陈明奇陈校长，还有我们西营国小的张志平张校长，还有各位贵宾，大家早安，大家好。我是台北市政府教育局体育及卫生保健科科长徐医生，我今天呢、非常非常的高兴啊，来到这里啊，代表我们市政府啊，代表我们教育局啊，我们科市长，我们汤局长啊，来到这里，我们台北市要办2017的世界大学运动会，那主要办运动会也是希望能够鼓动运动的风潮，让大家能够运动。所以啊，这个比赛已经是第二年了。那当时啊，因为科长是体育的，他、本来就是特教科在帮忙办。我说、给学生运动哦，体育科帮忙办，帮忙做，特别找林松金林校长哦，他超屌啊！哦，1100个人，好多好多事情啊，都找他们的校长，还有整个团队。我在这里真的要非常感谢我们双营国小的 GO 所有的团队啊！各位不要以为比赛就好，那整个赛程、整个场地、整个布置啊、整个赛务的规划，而且筹备会开了非常非常多次，因为校长啊很细心哦，希望把这个运动会办好。所以我在这里首先要特别感谢我们林松金林校长，那我要感谢我们乐乐棒球协会庄理事长哦。市长是大力奔波哦，找钱、找场地、找器材，钱不够了都他出了哦。今年哦，如果不够也要请他出钱哦。哦，开玩笑哈。那这个部分呢、我们非常感谢我们乐乐棒球协会，我们庄理事长，那我们双联国小的林校长。那中央的部分呢、他好像这个乐乐棒球不愿，好像没有在办哦，就没有办了那么多。但是我们台北市有这么多的学生在办，我们认为我们还是继续让我们学生走出教室，能够走出家里哦，来接受阳光哦，来接近这个自然。那我在这里也要希望我们各位小朋友一定要感谢我们的家长，感谢我们的老师哦，因为能够带大家出来。那我们知道运动可以健康，运动可以快乐，运动可以帮助学习。我们知道运动你才能够怎么样，有好的身体，有气才有力，没有运动就没有力气，没有力气你要做什么都没有办法。所以现在我们都知道有运动的人身体最健康。这科长很忙哦，每天早上一定要跑5000公尺哦，跑得动就跑，跑不动就用走的，所以你们一定要保持运动的习惯，好不好？我们今年是第二年，我希望继续努力当科长，我们第三年再来好不好？好。那哪天人更多，我们就去大鸡蛋办了。大鸡蛋他们没有打棒球，我们先去打热的棒球，好不好？好。那老师科长还是要正经的讲一次，就说我们希望各位小朋友一定要养成运动的习惯。那这次的我们乐乐棒球它没有受场地的限制，我们把球打出去，我们获得很多的快乐。那去年在比赛的时候，我全程的参与我发现我们的小朋友非常非常高兴，热衷在这个打棒球，打乐乐棒球。那我是认为各位享受运动的乐趣，享受运动的快乐，那我们获得健康，获得快乐，而且要感恩，感谢我们的市长。我知道出来非常感谢各个学校校长还有各位主任、各位老师大家非常的辛苦。不过你们好像很期待把他们带出来，对不对？那我们教育局和体育科就提供这个舞台。那我的亚伯老师是忙了一整天忙一整年所以我们给那个双营国小的林校长跟他的团队，还有我体育科一个掌声，好不好？好。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把棒子交给我们林校长，谢谢各位。谢谢科长。